哎，穿山甲，穿山甲，穿山甲，好耶，好。你有五分钟吗？是五分钟吗？对，五分钟，好，给你。好，不用担心，五分钟可以胜之不武的就把它解决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扫描今天的成果。那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睡过头，所以虽然填是我，但是 Peter 讲。那现在就是说 Peter 填，但是换我讲，所以这样就加起来也是一样的嘛。对，好，那一样扫描的话，大家如果早上有听过的话，扫描是大型的国际会议，就是在疫情之后恢复举办，就在5月4号5号，就在隔壁的人文社会科学馆。现在想看的话，就可以看到非常华丽的大会议厅。如果你想要参加30几个国家的，就是都会来的，就是大型研讨会的话，欢迎来加 Summit。那我们今天的成果就是非常感谢，就是大家有加入新朋友，我们有新的一层助理，然后哟，对，然后我们在升，就是要让 OCF 带去 Full STEM 的传单快做好了，然后一层组这边也完成了共笔的更新，然后社群媒体方我们也准备好了，就是配图制作中。对，然后我们甚至还就是在联络的时候，就是翻译组的坑主，就是 Wilt 应该就会确定接组长，所以就是一切事情，就是很多事情都在加速进行中。说破嘴不如跑断腿。对，那这是我们现在进行的，就是扫描到时候会带去 Full STEM 传单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排版，然后排版完，但是就是到时候会去试着去跟人家解释说GME 扫描是什么，然后鼓励人家来台湾，然后说哦，你可以来台湾认识有趣的人，还有一些分部这样。那同样就是早上应该有讲过，就是考扫描的 paper， 征稿从已经时间已经延长了，所以如果今天的黑客松你已经有一些有趣的成果，对，然后想要分享的，现在就可以投稿，对。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就是各个不同的 category， 就是可以符合你。那再来就是这个是早上征稿部分，就是我们现在还确认，所以找你那。还在招募，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请加我们的频道。那最后，今天最重要的就是，大家应该今天有看到，就是那个很酷的背心啊，然后或者说这个是那个是 Cos Club 和 HitCon 会看到的贴纸啊什么，就是像研讨会或是参加社群，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纪念品。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件酷酷的东西，或是如果你很想要那张酷酷的东西，这些都是示意图了。如果你想要这些酷酷的东西的话，请参加纪念品投票。现在就说我们就是你想要买什么，或者你可能之后想要收什么，那你去填，填完之后我们就是到时候会统整，然后在GME Summit的时候就开始进行，看是要进行通信，就是通信贩卖，就是可能是现场卖，或者到时候预购，到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把它做出来。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就是扫纪品投票，这个连结在就是GME 的 Slack 也有，所以你应该找一下纪品投票可以看得到，现在就投。今天截止，不要再说我们没有给你机会了。对，好，那最后就是，如果大家有对扫描的筹备有兴趣的话，请加入扫描2024 Bootstrap。我们都开玩笑说，当然现在就是扫描的工作人员都现在都在办，就是感觉稍微有运作。但是大家有听过公车指数这个词的话，就会知道说，对，公车指数就是说这个坑的坑主要有几个人要被公车撞飞到不能工作，这个坑才会就是消灭这样。那我们现在要努力提升扫描的公车指数，请大家就是一起加入，对对，所以有兴趣请一起来加扫描，谢谢。感谢 Peter（ 括号 RS）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。好，下。